这么香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次表现的这么强？我们多久没有在节目里面吃这样的饭了？最后一批火车不好，然后搬走之后，导致所有人都不再见。嗯，来吃粉。谢谢念念。老友刘六粉。给大家表演一个老友粉，吃不？
我发现我永远当不了正儿八经吃的，吃饭客人吃的。好了，啊，又吃了，我忘记让他不放辣了，好帅了。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完全没有想过这个辣不辣的问题。我已经出汗了，已经拉出汗。上一次吃粉不拉出汗，还是在南昌吃南昌拌粉吃的。我现在已经辣的发麻了。我神经已经开始微微抽搐了。为什么广西菜这么辣？这个也有点像我在江西的那种感觉。尝一口这个菜，太辣了。我已经不太想。我很想再继续吃，但是我明天一定不要点辣了。不点辣了，不点辣。这个辣太辣了，不点辣，不点辣，辣不了点。再见了，友人们，今天吃播就到这儿，明天再继续带你们吃广西菜。